行万里路，还得读万卷书。大家好，我是 Rex，咱们继续研读。这期咱们继续读莎士比亚。今天咱们读《罗密欧与朱丽叶》。我还是把我近期出版的莎士比亚戏剧音频讲解版当中《罗密欧与朱丽叶》这本书的第一段导读的音频，直接免费贴到这里来。这套书一共六本啊，包括了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哈姆莱特》《奥瑟罗》《里尔王》《麦克白》，还有《罗密欧与朱丽叶》，还有《威尼斯商人》。 啊，一套六本是由岳麓书社出版的，啊，在各大平台还有各个书店里边都可以找到。如果你需要签名版的话，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轩辕十四工作室”，还有演讲录下面菜单里面找那个签名就有入口。好了，闲言少叙,叙，下面就是《罗密欧与朱丽叶》这部戏的导读，简单而哀伤的爱恋。 大家好，我是崔岩。网上有一个名字叫做“轩辕十四 Rex”，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聊一聊莎士比亚的传世巨作《罗密欧与朱丽叶》。提到莎士比亚，往往我们最容易想到的两部戏，一个是《哈姆莱特》，另外一个就是《罗密欧与朱丽叶》。不过，《哈姆莱特》呢，这部戏不是有个名字叫做《王子复仇记》嘛？那里边讲的复仇。 讲的仇杀啊，里面还偏黑暗，还有鬼啊，而且这各种人性的纠结在这里面，让这部戏显得基调就比较的暗，比较的负面啊。但是罗密欧与朱丽叶啊，虽然最后的结局远远谈不上圆满，但是爱情嘛，总是能够让人感到一种温暖。那这部戏就是一部典型的爱情戏，故事的情节嘛，你即使没有看过这部戏的文本啊，大概也有所耳闻吧。 啊，uh, 罗密欧，这是蒙太古家的儿子；朱丽叶，这是凯普莱特家的女儿。蒙太古家族和凯普莱特家族，他们俩是世仇啊！这两个家族生活在意大利的维罗纳，这两个家族的人只要一见面，上到主人，下到奴仆，见面就掐。可是，就在这两个势同水火的家族当中，这样一对青年男女，他们相爱了。这场恋爱几乎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一场悲剧。 果不其然，阴差阳错之下，罗密欧杀人了，杀的还是朱丽叶家的亲戚。他被流放了，而朱丽叶也被他父亲逼着要嫁给别人。朱丽叶被逼无奈，假死啊！结果造化弄人，最后两个人在墓地里边双双殉情。这算是生不同亲，死同穴。面对这样的结局，两个有着世仇的家族终于是幡然悔悟，冰释前嫌。 故事就是这么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咱们刚才说了，这是莎士比亚最流行的两个剧本之一啊。另外一个就是《哈姆莱特》。这两个剧呢，在莎士比亚的时代，就是他活着的时代，也是上演最多、最受欢迎的两部戏。这部戏这么流行，充分说明了人心所向啊！我们知道，莎士比亚是人文主义者啊，他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的伟大的文学巨匠和戏剧家。 在这部戏里边，莎士比亚描写了非常美好的爱情，这样一对青年男女的恋爱，这是每个人心里边都能够直击心灵的东西。这是一个非常美好、非常简单、非常单纯的爱情故事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莎士比亚的笔下，其实写过很多都是恋爱中的男女啊，几乎每一部戏里边都会有啊。就这个标题里边出现的，就有，比方说《安东尼与克里奥佩特拉》啊，就是埃及艳后嘛。 还有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啊，这是发生在特洛伊战争期间的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但是像这样的爱情故事里边，都少不了怀疑啦、背叛啦呀这些不和谐的因素。但是在《罗密欧与朱丽叶》里边，至少这对青年男女。啊。 都不能叫青年，应该叫少年。其实，因为朱丽叶其实才只有十三四岁啊，罗密欧也没有大到哪儿去。这是一对少年之间的爱恋，所以这是比较简单的，中间没有那么多的纠结。我们所能看到的几乎就是美好啊，美好的相逢，美好的相爱，美好的相守，甚至后面的生离和死别都显得那么的哦凄美。凄美毕竟还是美好的。 那么问题就来了，说凄美，它再美，它也是一个七的一个结局啊。七是什么？就是悲嘛，对吧？但是这样的一部戏，在传统来说，我们却不把它当做一个悲剧来说啊，就是我们会当做一个文学常识来说啊。莎士比亚四大悲剧是什么啊？是哈姆莱特，是奥赛罗，是李尔王，是麦克白。诶，这四个可没有罗密欧与朱丽叶啊，而且还要特意说明说，罗密欧与朱丽叶不能算是悲剧。 啊，那不算悲剧，算什么呢？一般来说，算是悲喜剧啊。啊，这个一般还要圈出来说啊，这是一个知识点啊，这将来要考的啊。咱不管他考不考，咱不管他是不是知识点啊，这总要讲道理吧，对不对？啊，这么一个结局了，这俩双双都殉情了，难道还不能算是悲剧吗？啊，这个地方就要跟大家说了，这个什么叫悲剧啊？不是说结局很惨就叫悲剧啊，结局很惨的话，那不叫悲剧，那叫惨剧，好吧？那悲剧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说悲剧啊，看着是汉字的两个字啊，但实际上它是一个翻译过来的名词啊，叫 tragedy。tragedy 这个传统，这是西洋演剧嘛，就是从古希腊、古罗马的那个悲剧的传统啊延续下来的。古希腊、古罗马的这个有悲剧有喜剧，那悲剧这一脉的这个传统啊，这个悲剧就不是说像我们理解的说啊，看见汉字这个悲这个字，最后结局很悲，这就是悲剧，不是这个意思。悲剧强调的是什么？强调的是。 悲剧的主人公跟命运之间的一个抗争啊，尤其是在古希腊悲剧当中，人面对命运是非常无力的啊、哦，他无法改变命中注定的这样的一个宿命。但是呢，在这样的宿命之下，人表现出来了卓越的精神，表现出来了这个不屈不挠的这样的精神。人在观看这样的演剧过程当中，这个精神上获得了净化，这叫悲剧啊。 这不是我说的啊，这是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边就是这么讲的，啊，所以悲剧是一种比较高级的演剧活动啊，它原来起源于祭神的这样的一个仪式，所以它是跟神有关系的。也就是说，这个无可避免、无可逃避的这个命运来源于什么呢？来源于神，来源于不可知的命运啊，这个宿命。比如说典型的例子就是俄狄浦斯王啊，杀父娶母。 这个宿命啊，在他一生下来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这是神交给他的命运啊！再怎么逃避，再怎么摆脱啊，不管别人想摆脱这样的命运，还是他自己想摆脱这样的命运，最后都命中注定如此啊！那你说他就消极地等待这个命运降临吗？不是的，他要向命运做出抗争啊！哪怕最后一败涂地，最后粉身碎骨，这是古希腊的悲剧啊！但是到了莎士比亚笔下啊，这个悲剧又跟古希腊的悲剧又不同了。 什么地方不同呢？你看看莎士比亚那四大悲剧，《哈姆莱特》也好，《奥赛罗》也好，《里尔王》也好，《麦克白》也好，你看它有什么共同点呢？首先，这四部的名字啊，都是主人公的名字。哈姆莱特，丹麦王子，对吧？奥赛罗，这是这个塞浦路斯岛上的总督。里尔王，这是古不列颠的国王。麦克白，苏格兰的国王。 这四个人就是这四大悲剧的主人公啊，这一点跟刚才我们说那古典的古希腊的悲剧啊是一样的啊，就是也有一个核心的主人公，他们也要对抗自己的命运。可是这个命运啊，从哪儿来的呢？谁加在他身上的呢？这一点跟古希腊的这个悲剧就不一样了。怎么不一样呢？就是这个命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这些主人公的性格。 从这个时代开始，有一句我们非常熟悉的话就开始起作用了，叫做“性格决定命运”。这其实很人文主义的啊。我们说莎士比亚是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的这个人文主义大师啊，人文主义的剧作家，这不是随便乱说的啊。但是你也可以从中看出来，所谓文艺复兴啊，这个复兴不是把古希腊、古罗马的这个文学啊，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直接照搬过来就行的。 他在上面其实有自己的诉求啊，就是这个人文主义的这种诉求。人在面对无法与之相协调的现实的这种矛盾冲突啊，这就构成了悲剧。但是这个悲剧的来源啊，才刚说，古希腊悲剧的这个命运是神嫁给凡人的。但是在莎士比亚的笔下啊，他这四大悲剧里边，主人公面对的这个无法逾越的这样的一个命运啊，是谁造成的呢？很大一部分程度上。 都是他们自己的性格造成的。比如说哈姆雷特啊，他自己本身就是那么优柔寡断。你再怎么说，他是体现了人性的光辉啊，他是多么多么的高贵，多么多么的啊、呃、有教养，怎么怎么样？但是这悲剧最终就是这样酿成了啊。比如说奥赛罗，他的那种深到骨髓里边的隐藏非常深的自卑啊，还有他对爱情的那种百分之百的占有，不能容许一丁点沙子的那种心态，那种性格。 最后酿成了他把自己的爱人亲手给杀死，最后也自杀，就这样的结果。再比如说李尔王，你说他老糊涂也好，你说他太天真也好，太单纯也好，反正是最后他的决定酿成了最后他的苦果。最后麦克白也一样啊，你甭看里边又出现了鬼魂，又出现了女巫，又出现了什么这些神神叨叨的这些东西，但是最后酿成他的悲剧的还是因为他的欲望，他的贪念，所以。 这些剧作当中的主人公啊，在面对命运的挑战的时候，面对命运的压力的时候，甭管这个命运是来自于神明啊，来自于他们自身的性格，反正是在面对这种现实的压迫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你说是犹豫也好，纠结也好，里边体现出来的人性的高贵也好，卑微也好，这是非常非常能够打动人心的。但是这些东西在《罗密欧与朱丽叶》这部戏当中，通通都没有。 所以说，它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或者说典型意义上的悲剧，当然了，它肯定也不是一出喜剧啊，它算什么呢？所以我们通常会说它是一出悲喜剧。可是悲喜剧，悲喜剧，你好歹还占一个喜字儿，那么喜从何来呢？啊，我们一般会说，说罗密欧与朱丽叶最后虽然是悲剧收场，但是他们背后的家族啊，这个蒙太古家族和凯普雷的家族，他们因为这一对少年情侣的殉情，这两家。 是冰释前嫌，握手言好。可是对于我们普通读者或者普通观众来说，这两家和好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啊，我们看这个戏、呃，主要是看的这男女主人公，对吧？他们两个相爱了，然后后来殉情了，死掉了啊，这很悲的一个故事啊。我们的情感，我们的代入感，全都灌注在了这一对男女主人公身上。那他们俩死了，我们就觉得是一个悲剧啊。那。 你说两家和好了，这就能冲淡这个悲伤的这个气氛吗？哦，那还真的要看一看这个戏的气氛。这部戏啊，算是莎士比亚比较早期的作品。莎士比亚的早期啊，主要是在写历史剧和喜剧啊，所以在这个时期写的它大量的都是喜剧。而《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个戏啊，大家回头去看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这里面的气氛还是挺轻松的啊，年轻人的恋爱嘛，打打闹闹啊啊，然后年轻人之间的这个好勇斗狠。 啊，再有就是里边一些小人物啊，插科打诨啊。莎士比亚其实在里边写了好多荤段子，甚至你去看莎士比亚同时代的那些戏啊，这都是喜剧的写法。当然，你看后来这个莎士比亚的悲剧里边也会有一些插科打诨的成分啊，比如说《哈姆雷特》里边就有小丑啊，就有这个哈姆雷特本身自己就会说一些段子什么的这样的。但是那毕竟不是主体。可是在这个《罗密欧与朱丽叶》里边啊，其实拥有,有大量的这些内容。 所以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罗密欧与朱丽叶》这部戏，首先它不是剧中主人公面对命运的一个抗争啊，它抗争确实我们现在会说什么封建礼教啊，怎么怎么着的，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它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典型的一个悲剧，啊，而且呢，甭管咱们承认不承认啊，这个两大家族和好，这也算是一喜啊。 而且这部剧写于莎士比亚的早期啊，他那段时期集中在写喜剧，这个整个戏的这个基调也是一个喜剧的一个气氛，所以呢，这部戏算是一个悲喜剧，或者说、啊、叫做正剧。那么再说这部剧发生的背景啊，发生在意大利的维罗纳，维罗纳是在现在意大利的北部的一个城市啊，意大利对于莎士比亚时代的这个英国来说啊，是一个。 非常特别的存在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们说莎士比亚这属于文艺复兴时期啊。文艺复兴的源头在哪里？就在意大利啊！文艺复兴是先发生在意大利，然后再传遍欧洲的。那么在欧洲各个国家的代表，比如说在英国就是莎士比亚，在西班牙是谁？就是塞万提斯啊，等等等等这样的。那么《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个故事呢，据说是确有其事啊，就在维罗纳这个城市当中发生过。 有人说发生在十四世纪啊，还引出来说这个但丁的《神曲》里边都有提到啊，还有人说这是从古罗马时代就开始口口相传流传下来这么一个情侣之间生死相恋的这个民间传说啊。后来啊，经过不断的丰富完善，变成了一个罗密与朱丽叶的故事。那么莎士比亚这故事从哪儿来的呢？是他自己想出来的吗？还真不是。莎士比亚啊，传统来说他写了三十七部戏，这三十七部戏啊。 除了有那么一两部找不到确切的来源的这种情况之外，剩下的所有的戏都能找到它的出处,处啊，这都是考证过的啊，这不是猜出来的啊。那么《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个故事是在莎士比亚那个时代啊，一个英国人翻译的一个小说当中获得了灵感。英国人翻译的呢，还不是意大利的这样一个小说，是从法国人那边法文翻译过来的。 而法国人呢，又是从意大利人那边翻译过来的。经过这么几道倒手，一个意大利人写出来的小说，传到了英国，啊，而且不光是莎士比亚一个人写这个故事，有十几个英国的作家都写过这个故事的相关作品。当然，无疑，莎士比亚的作品是最成功的。 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事情非常有意思了，就是我们说文艺作品，我们是鼓励原创啊，原创是非常好的。这个抄袭啊、剽窃，这是非常非常不道德的啊，非常非常下作的一种事情。那莎士比亚这种情况算是什么呢？他的几乎所有的戏都是从别的小说也好、诗歌也好，从古代的文献当中啊，以这个为蓝本，然后在他这基础上之上改编的。这算不算抄袭呢？算不算剽窃呢？ 是有人说啊，你这抄袭啊，你就是抄的不好。你要抄的好了，你就是莎士比亚，能不能这么说呢？一个是我们不能拿现在的观念去要求古人。另外，莎士比亚这叫改编啊，主要是改编。你去翻他原始的文献，跟他后来写出来的这个剧本、这个故事啊，很多都已经非常非常不一样了、啊。莎士比亚在里边做的这个改动，也是非常能够彰显出他的智慧和戏剧的这样一个魅力的。 另外，他主要的创作在于这里面的戏词儿啊，这戏词儿都是莎士比亚写的诗的语言啊，因为莎士比亚剧作的大部分的台词都是以诗体写就的，那这些可是没地儿抄去啊，所以这里面依然体现了莎士比亚作为一个诗人、作为一个剧作家，他的独创性的劳动啊，所以这依然是莎士比亚的伟大的创作。 莎士比亚的很多剧作的这个背景都是发生在意大利，比方说《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个发生地是在维罗纳吧？维罗纳城里边还有另外一部戏发生过，就是《维罗纳二绅士》。你看标题里边都有维罗纳城。那在意大利发生的故事比较著名的还有像《驯悍记》啊，这个名字里边看不出来，但是它也是发生在意大利北部这些地方、啊，比如帕多亚什么的。还有《威尼斯商人》，著名的威尼斯商人啊，威尼斯这是典型的一个意大利城市。那莎士比亚的戏。 为什么有这么多都是发生在意大利呢？而且尤其以喜剧居多，这是为什么？你别忘了，莎士比亚的所有的戏都是演给英国的观众，确切的说是演给伦敦的观众看的。甭管他的背景如何，而大量的这种市井生活的这样的戏都是以意大利为背景的。那说明了什么？说明意大利在呃当时的英国人看来就是一个符号，就是一个标志。是什么样的标志呢？我们现在说啊，这个。 这个文艺复兴啊，是起源于意大利。刚才没有说完，说为什么会起源于意大利？因为意大利这个地方的资本主义是最先发展的，它有赖于跟东方的贸易啊，所以意大利这些城市国家，像威尼斯啊，像热那亚呀、啊，这些城市国家就迅速的发展起来。 在那里啊，新兴的资产阶级啊，小资产阶级就形成了一个市民的一个阶层。而这种事情啊，在英国，在莎士比亚那个时代也开始形成。所以，他们对于意大利的这样一个想象啊，其实表现的还是英国人的这个生活。可以认为，他的剧中这些人物之间的关系啊，还是很英国式的。但是呢，他因为是放在了意大利，他带有了一种异国情调，带有了一种自己在观察他者的这样一种角度。 也就是说，伦敦的观众看到的是他们眼中的意大利人的生活，但这实际上是他们的一面镜子。他们反观的还是自己的生活。这就是戏剧能给大家带来的一种非常有意思的一种感觉。我们大概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在莎士比亚的时代啊，伦敦的观众看到在舞台上演出的发生在意大利的维罗纳的这种故事，就像我们在北京的舞台上，现在的观众啊看到发生在纽约的故事一样。 那么，就是这样一个我们在舞台上看到的，发生在异国他乡的一对少年恋人的故事，四百年来不断的上演，用广受好评这样的词来形容都太弱了。这戏为什么那么受欢迎？当然是因为爱情啊，爱情毕竟是美好的。在阅读这部戏的文本之前，我想建议大家先不要去想那么多，这部戏它的意义如何，它的背景如何。 啊，他如何如何表现了青年男女啊？怎么冲破这个啊社会的这个风俗啊，这个封建的礼教啊？西方也有封建礼教啊，类似这样这样的东西，先不要去想那么多这些层面的事情，先好好的去体味一下这两个年轻人之间纯而又纯的、简单而又哀伤的爱恋。我想，这该是我们阅读的初心吧。好了。 感谢大家拿起书本认真的阅读经典，咱们稍后再见。好，以上就是我在最近出版的莎士比亚戏剧音频讲解版当中，呃，《罗密欧与朱丽叶》这部戏的前面的那个导读的片段。 如果大家想听完整的这部书里边的讲解，欢迎大家购买这套书啊，《莎士比亚戏剧音频讲解版》啊，我们有六个分册啊，四大悲剧《哈姆莱特》、《奥瑟罗》、《李尔王》、《麦克白》还，还有《罗密欧与朱丽叶》，还有《威尼斯商人》。这套书是由湖南的岳麓书社出版的啊。如果大家想购买的话，各大平台有售啊。如果大家想要签名版的话，当然不是作者签名了啊，是我这个讲解者的签名。大家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轩辕十四工作室”。 或者是服务号演讲录啊，这里边不光是有这个签名版的入口啊，还有我其他节目的入口。如果想听别的节目，或者是想跟我进行互动，或者给我提出宝贵意见的话，也欢迎到我这里来玩。好，研读莎士比亚，咱们这一期就到这里，下一期咱们继续。